他今天怎么了？奇怪，不知道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门不关吗？要关吧。为什么刚刚交换呢？不知道哎、欸。现在我不知道，你这个的 Night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？回旅馆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尿尿了。我刚下来的时候，我只懒得去，突然有一点点感觉。我懒得去而已。我一出来就有一点点感觉。我们就已经要回去了嘛？对啊，是啊。不要吹我耳朵好不好，或我的脸，吹耳朵很不舒服哎、欸。他时钟被拆下来了，刚刚我看到楼梯是正在拆他的时钟，因为他时钟错了。刚刚有两个人在爬楼梯，就是在拆啊。他时钟不准啊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大丈夫吗？
什么？脚还痛吗？会不会是我袜子卡到啊？你刚刚一脱下来，袜子很没有没有，那是脱下来的时候拉伤。就回家了，是吗？我觉得我的右脚在打混，你看，你看我的右脚。右脚转的时间都很短，对不对？右脚在打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怎么办？我右脚在打混啊！右脚打昏，
要只练一件事，就是踩住那只脚，并且做大弯，弯很大就可以，弯到了自然底下。剪他的，他好像头上插了很多竹子，然后他他过那个 slow 的时候掉了，然后就一直插了很多什么竹子、竹叶，然后掉了，一直叫。他因为已经离他很远，他爬上来很累，然后在我下面，我就不想用手剪，我就用这个剪了他给他。你快点，快点，开始夹起来。我们的票不行吧？可以啊，是啊，我们的韩的、哦，但是我们没有用。本日第一ペアリストの営業を終了いたします。
ご利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また第2の壁コースおよび前面拍一張还是在这里拍一张あと15分、15時45分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。プラスゴンドラツアー駐車場にお戻りのお客様はお早めにお戻りください。なお、エース第2センターフォーリフト、エースファミリークワッドリフトは引き続きナイター営業を行います。どうぞご利用ください。大変危険ですので、我要拍照、他就跟我讲在前面。スノーボードの滑走はしない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我想拍回家的图。好多人哦。第2の壁コース and holiday course are closing in 15 minutes. If you wish to return to the Gondola parking area, please hurry. Also, 8 number 2 quadrilles and 8 family quadrilles services will continue for night skiing.For the safety reasons, skiing or snowboarding in the parking lot or in the street is closed. 怎样？走啊！ Thank you. Thank you.
停下来。没有，应该就滑得下去了。对啊，你刚才多滑两下就要出来。好辛苦！啊，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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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一只手夹着我的手套，对不起哦。他一直摔倒哎。那把就是在地上的呀。不是，你要是雪地啊，那我就说。你走到雪地里头走，那你大概快就过去了。你的还过干净吧？鞋板还好，鞋板。那也是鞋子稍微刷到，它不会滴水到里面，对吧？鞋子。打开，弄摸，它里面很多。我变冰了。我觉得我回来又要把我的鞋板撞倒了。湿透了。我觉得夏天很亮，奇怪。对，我们拆下水电啦。嗯。因为我们把水电拆下来了。哦，是哦，好吧。雪外面好亮。没有，在我们的雪地里算是暗的。嗯。因为我们。你这边根本没有刮干净，这边啊。雪板没擦，雪板变成水，它就往下滴而已。好。小气呀，我忘记帮我先让关一下啊。